一片小小的叶子飘洋过海，虽然只是一水之隔，但是我想我们的梦想是一起的，而那边的天际线也会是另外一副视角。 And that's why we left our respective countries. 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力量。用中国话就应该是说命运吧，这么说啊。我在英国18年了，我是澳门土生土长的澳门人，胸怀祖国还要放眼世界。两代校长守护国旗70余年，讲好普通话，练好中国字，成为代代相继的传统。作为土生葡人，中葡两国文化的融合根植在他的基因里。他如何倾尽全力推动中葡产业文化交流？澳门的赤子之心，上奏我们伟大的祖国。丝路会客厅，澳门赤子。16世纪中叶开埠的澳门，是中西交通由陆路变为海路，由西域转向西洋的一个里程碑。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枢纽，而澳门则是明清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镇。1925年，闻一多创作了祖师《七子之歌》，诗人把澳门、香港、台湾等7个被割让租借的地方比作祖国母亲被夺走的7个孩子，以抒其孤苦王告，眷怀祖国之哀忱。如今的澳门已经回归祖国22年，它静静地安于南海之滨。本期节目，我和好朋友蒋方舟一起出发，探寻澳门人的赤子之心。山河听奏唱国歌，星期一早晨8点，澳门刚下过一场雨，一阵凉意袭来，濠江中学及附属英才学校的操场上一如既往按时升起了5星红旗。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每周一固定的升旗仪式在这里延续了72年。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那天，杜兰带着一台收音机早早来到学校。下午3点，当5星红旗在北京升起时，伴随着收音机里播放来自天安门的国歌，他带着全校师生升起了亲手缝制的5星红旗，也是澳门的第一面国旗。从此以后，升国旗成了学校不变的传统。杜兰是濠江中学1932年创办后的首位女校长，她出生于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洪崖村的农民家庭，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反帝反封建活动，被称为陕北最勇敢的女孩。她的原名叫杜芳明，后来自己改成杜兰，意思是要做放射光芒的朝霞，无惧山岚的瘴气，迎接崭新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当天，作为濠江中学校长的他，可以说冒着生命危险升起了5星红旗。一位女校长
不顾奥普政府的施压，带着全校师生升国旗。我无法想象惊心动魄的场面背后需要多大的勇气。离学校不远的一个居民区，住着一位87岁的老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当年的情景。我迫不及待想去见见他。你好，你好，谭贝是濠江中学的老校友。当年杜兰老校长顶住压力，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时候，15岁的他作为护旗手，见证了历史性的时刻。那个时候我年纪很小，在这个濠江中学读书，读到初中，那么人家叫的红星是吧？我们濠江中学还没有这么高楼大厦，就是一个小小的砖墙、星期顶，在这个礼堂轮边。那个时候呢，濠江中学每一个周星期一都在唱国歌，唱国歌的。那个时候指挥是我，起来，不要阻拦你们，把我们这种组织我们心的长兴。中华民族到了最伟大的时候，每个人们都能发出最好的好心，起来，起来，起来。即便时间过去了70多年，每一句词，每一个旋律，老人家都熟稔于心。那不仅是属于谭贝的峥嵘岁月，也是所有濠江人铭记在心的时刻。我们的少史诗，啊，就是濠江88年的少史，就这么一群人了，啊，这些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底下，应该濠江中学是不断的发展。在1932年，我们出班少的时候的一个少史，后来。第二年就搬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现在还在，就叫天神像吧。那个外墙外边的结构是一样的，但里边是完全不同了啊。当时这个是黄晓生校长，这是杜兰，当时还是老师啊，他两夫妇啊这样创办这个濠江中学吧。不同的年代慢慢慢慢的迁到我们现在这样的地方，就是建筑楼，我们建筑楼建的时候，他们都是自己一砖一瓦。对对，这个是一个小山刚来的，原来足球场是一个旧切厂，底下的沥青很硬很硬，是师生们一起来贡献的。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愚公移山的精神，像这种小土坡一点一点的移掉。这个是黄晓生，是杜兰校长的先生。清华北大的我们每年平均都有2个。哦，复旦的更厉害。复旦我们去年是8个。这边的这个学习压力大不大？也大，他要到他心仪的大学。大学啊，特别要到名校。今年76岁的游端阳是濠江中学的现任校长，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杜兰的女婿。这一身份也让他了解到了杜兰校长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他告诉我，濠江中学创办于战火硝烟中，当年在学校最困难的时候，杜兰夫妇典当了结婚戒指、项链、毛衣、西服等几乎所有值钱的物品来支撑办学。文天祥在一首诗中写道：“诚心一片瓷砧石，不止南方不肯修。”人对家国的眷恋和一一深情，会像磁石一样，无论经历怎样的跌幅和震荡，都会坚定不移地指向心中的方向。游校长告诉我，他从2000年开始接过杜兰校长接力棒，成为了濠江中学的校长。迄今为止，他都始终牢记爱国爱澳的办学宗旨。他们希望通过升国旗、唱国歌、认识国徽，来教育孩子们要热爱自己的祖国。
每天的早上7:45到8:15都有60位同学在那里练书法，每天都如此。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你就必须写好你自己的文字，这样才像个中国人。游端阳精通行书、草书、隶书，近几年他又开始研究小篆，写好中国字，当好中国人，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每周他都会抽出时间陪伴学生练习书法。澳门赤子4个字就代表我们澳门人吧，澳门的赤子之心，上座我们伟大的祖国。我们一直来是传承杜兰老校长的那个教育思想，怎么传承我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个源远流长的一个文化底蕴。我们经常跟学生讲，写好中国字，做好中国人，用这样鼓励我们的学生把书法给写好，把中华文化的传统传承下来，这样对他们如何认识我们祖国啊，认识我们就是有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嘛。2012年，濠江中学被中国书法家协会定为港澳唯一一所兰亭中学。游校长告诉我，其实早在1985年，杜兰老校长就开始在学校里推行普通话教学。老师还要参加培训，通过普通话测试。到现在，老师们甚至习惯了用普通话进行日常交流。此前啊，杜兰校长坚持让学生们学习普通话，如今游端阳校长坚持让学生们练习好中国字。文字呢，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密码，通过对汉字的书写认知，可以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进而强化身份的认同。位于荡仔成都街的附属英才学校，是濠江中学于2010年创办的校部。2019年六一儿童节前夕，澳门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的小朋友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了封信，还精心绘制了彩笔画。让孩子们惊喜的是，他们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回信，落款人习近平。习爷爷，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我们以前不太了解什么叫祖国母亲。通过学习《品德与公民》和广东姐妹学校的同学交流，我们渐渐懂了。爸爸妈妈常说，你们现在的条件太好了。回归前，学校设施简陋，学费要自己交，有些人交不起学费就不能上学。现在我们读书不仅不用交学费，还有文具补贴呢。除了在课堂上学习，我们还有弦乐团，有艺术活动，多幸福啊！我们一定会听从您的教导，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长大以后把祖国和澳门建设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濠江中学附属英才学校。2019年12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如约而至，让全校师生倍感振奋。我也更加坚信我们澳门的年轻一代是有为的一代，是值得骄傲的一代，将来的话一定会成为澳门乃至国家的栋梁。现在是我们是来到我们文思阁这个地方，文思阁是为了啊，习主席在去年11月19号赠送给我们
濠江英才学校1500本的四库全书。我们希望我们的师生通过大量的阅读文史阁里边的那个书籍四库全书和其他的书籍，最后达到他们开阔光明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就叫文史阁。我们觉得主席到我们学校来是对我们学校和澳门教育的一个充分的肯定，也是对澳门特区成立以来我们一国两制吧在澳门的实施，我们特首和广大的市民一个很大的肯定。他每句话应该说都打动我们的心。他虽然是向全澳的校长老师讲出来的一番话，其实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吧，我作为一个濠江的领头人，那也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了。他说话其实是告诉我，你要把濠江教育事业好好的办好，不要忘记初心啊，要继承杜兰老校长的爱国主义的精神，继承他的教育的思想，一定要把我们中华的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一定要把濠江中学办好。这个地方我们对面是那个横琴的自贸区，一河两岸，那也是一国两制啊。澳门的经济回归以后是越来越好，那人民的生活水平是越来越富裕了，在我们这个环境生活吧，我就觉得应该是叫安居乐业和谐发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为我们一带一路的那个发展会带来很好的机遇。现在我们是教育我们的学生把眼光放宽一点，注视我们祖国的发展，要我们的学生要有融入大湾区这样的一个基础。我们都讲是中国速度，我们都希望祖国明天会更好，祖国我好了，澳门就更好。濠江上升起游子的梦，离乱中的骨气、志气，归来后的元气、锐气，一代代的濠江人最终培养了满腔的浩然正气。此时此刻，就像学生时代每一次升国旗一样，我的内心充满了力量。在澳门半岛，我的好朋友蒋方舟正在寻访另一位澳门人，接下来我们听一听他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故事。一张独特的混血面孔，一口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眼前正与孩子嬉戏打闹的华子峰是标准的土生葡人，也就是澳门土生土长的葡萄牙后裔。他的外公和父亲都是葡萄牙人，而外婆来自广东开平。现在基本上有时间就是给他们的家庭无疑。今年的指标怎么样？
今天陪伴家人的时间格外短暂，因为华子峰要赶往珠海横琴，在那里一家地道的葡式餐厅即将开业。横琴新区位于珠海市的南部，和澳门山水相连，血肉交融，站在大湾区时代发展新契机的风口，横琴岛的高楼拔地而起，天际线也逐渐显现，其中饱含了像华子峰这样澳门赤子的热烈期望。这是一家起源于20世纪初的葡萄牙老牌餐厅，之所以在珠海横琴开设中国大陆首家分店，离不开中葡产业文化交流促进会的努力。中葡促进会是经澳门特区政府批准的社会团体，也是搭建中葡产业文化领域交流互动的专业性平台。华子峰作为会长，早在几年前就与葡萄牙的餐厅经营者洽谈合作，这才有了今天的成功落地。现在呢，我就来到了葡国风味的餐厅葡多利。华先生您好。哎，你好。能不能先给我介绍一下这些美食？其实刚刚一直闻得特别香。可以啊，那这里呢就有一个是蒜蓉炒蟹，比较地道的葡萄牙菜，在澳门基本上旅客都是会用这个菜来吃的。最出名的在澳门应该是这个猪排包了。这个葡萄牙虽然呢不一定是最多人吃的，但是在澳门呢基本上谁不知道这个澳门猪排包。那这个也是其实在葡萄牙是有这道菜，但是如果当地人呢不一定每天都是吃这个。这个是您小时候就吃的菜吗？对，因为我是在澳门长大的。对，因为我知道您是土生葡人，其实这个是稍微有点，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会稍微有点混淆的概念。什么叫土生葡人？土生葡人呢，其实是有葡萄牙跟中国的文化的后裔，大部分都是有这个中葡血统的，好像我一样。其实我是1/4是葡萄牙，1/4是中国血统。那我很好奇，那你们家从小的生活习惯是偏中式的还是偏葡式的呢？两个都有。好像吃的东西两个都有。讲的话也是因为我们要看跟谁就说什么。我跟我爸爸一定是说葡语，我跟我外婆基本上都是说广东话，之后跟我妈妈跟我姐啊这些就会全部混在一起，就是同一句话有葡文跟中文。那猪排包的葡文和广东话怎么说？猪排包的广东话就是猪扒包，澳门猪扒包。葡文就是 beef 呢。那我很好奇，像您成长过程中有没有遇到所谓的身份认同的问题？因为像您长相上很明显是混血儿，然后呢会其他人会好奇说，哎，你是哪个国家的人？然后你自己又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说自己从属于一个国家呢？其实呢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我又相反问，很简单，你喜欢爸爸多一点还是妈妈多一点？如果你等于还是再深一点去问，就是你是你爸爸的孩子还是你妈妈的孩子？你两个都是我们自己的认同感。其实也我觉得也可以是选两方都选，我不能说我抛弃哪一边的文化，等于澳门本身就是和谐混合的一个地方嘛。味觉记忆会渗透在自己的骨髓里，无论千里万里都依然刻骨铭心。在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华子峰希望通过这家餐厅将记忆中的味道传递给更多人。中葡促进会虽然是成立不到2年的年轻社团，却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多个项目的推进，帮助葡萄牙和巴西球队落地中国大陆不同省份，
助力大陆的农产品在巴西打开市场。当时大家走在一起就在想啊，其实我们应该怎么可以把我们自己认识的东西，把自己的领域，国家要说澳门是一个中葡平台的重点，那怎么把它发展呢？我们就从一些新的领域去想了，就是把创新的科技拼在传统产业，尝试带到葡萄牙跟巴西跟其他葡语国家，看到有什么觉得有发展能力的，我们就去找这些公司说，你们可以当我们的会员，我们就把你放在我们的平台里边推给其他会员其他国家。2020年10月18日，格力全国巡回直播第六场落地澳门，董明珠除了实景展示格力家电之外，还担起澳门形象大使的角色，热情地向人们推荐澳门的特色美食和文化遗产。这些项目背后都能看到华子峰的身影。陆军俱乐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70年，这里起初是陆军军官的休憩之地，后来改为餐厅对外开放。今天华子峰约见了一位同样从事社团工作的好朋友，中欧国际工商协会会长陈恭伟。今天我们谈下下一年怎样，今年疫情就过得快了，是基本上就什么都没什么做到。是啊，今年真的很多问题啊，阻滞太多，很多要推进的会的事都推进不到。咁亦隔好多，而家外国人已经不可以入澳门了，所以我哋澳门嗰啲国际活动咧，基本上暂时要停晒先。暂停啊！我觉得华先生是一个在青年团体里面一个领军的人物，人家有很多以他为榜样，他的态度可能对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在土生葡人的那个族群里面，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澳门有今天，都是有赖于澳门回归。我今年是70几岁，但是我也曾经是个青年。从我现在回头看一个人，由于他必须要经历个不同时段、不同的经验，走过才有人生自己的思路、想法，这个很正常的。作为一个前辈，我们是应该不断地给他们鼓励、教育，以新教来带动他们。由于澳门回归到今天这个发展，大家都有目共睹。这个来自什么呢？都是来自国家中央给我们澳门的一个政策。澳门有今天也是全赖我们中央给我们澳门的政策，所以这个一国两制，澳门繁荣富强，我们也是必须要首先做好自己本身澳门的发展的定位，按照国家这个发展规律，然后融入大湾区，把整个这个经济做好，一国两制成功融入大湾区。方舟你好。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客厅。今天在外面采访了一天了，应该有很多的收获吧？对，今天拜访了一个土生葡人华子峰老师，那我相信他其实是应该是千千万万的澳门赤子当中的一个，然后当然听到他的故事其实还是挺让我感触的。他讲到自己应该说是三辈，然后从祖父辈到父辈，然后再到自己这样的在澳门生长打拼奋斗的故事，然后听的还是非常非常的感触。然后尤其他讲到自己跟他这个太太的关系，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外国人，他有1/4的这样的葡人的混血，但是他其实是一直在澳门生活。那他的太太呢，其实是一个浙江人，然后但是从小在葡萄牙生活，
所以他们俩某种程度上其实是相反的，或者是一个镜像。但是现在呢，他们都定居在澳门，都在为这个澳门的发展做贡献。那你刚刚说到今天采访的人物啊，我也从你刚刚的话语里面了解到他们的一种多元性和一种融合性啊。他个人是在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小的家庭当中长大，他同时又生活在澳门这样本身又是一个多元的一个大的环境，所以我确实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从他身上折射出整个的这个澳门的历史的变迁。那说到这个澳门历史的变迁呢，我不得不说一下我采访的这位嘉宾，那是濠江中学的游校长。那么其实濠江中学的前身呢，它是创办于就是88年前，那个时候呢，它是一群非常爱国的这样的爱国主义人士创建的。其中呢，有一位校长叫杜兰，她是一位女校长。那么在1949年的时候，她毅然决定就是用自己亲手缝制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学校的这个大操场上面。所以我觉得这点精神是在那个时代她能做出这样的一个举措，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包括现任的校长，他接手以后，他们一直在传承我们中华的文明，比如说一定要学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普通话啊，咱们要会说中国话，文字的一种认同，这个精神你想想特别难。其实就是历史跟当下的这种交错，因为我知道其实澳门在很早的时候，它其实更像是西方向中国去展示一些近代的文化范式的一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像今天华子峰先生跟我聊到，他在做直播电商，他在做很多的这个中国的商机的一些推广，其实更多的也是向西方的世界去做一个展示，在互联网浪潮下，中国在技术上，在理念上面的一种发展，更多的向普语国家去做一种展示，做一种推广。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特别感触的。你就会发现澳门这个地方，它不仅仅是西方向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它也是中国向外界展示的一个窗口。那我觉得其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像华子峰这样千千万万的澳门的赤子之心。其实呢，说完这个赤子之心之后呢，其实我们也能发现啊，就是我们都为这个港澳青年开放了一些相对的政策，比如说他们来我们内地创业，那他们可以拎包入住一些孵化器，还有就是人才计划，包括还有一些项目是有扶持资金的啊，所以也是给了他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好的一些环境来支持他们回到祖国的怀抱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一起来成长，帮助他们来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我觉得其实今天坐在这儿还挺感触的，因为现在是这样的景观，然后我觉得有了各种政策支持之后，我觉得10年之后20年之后，我觉得这儿肯定又是另外一幅景观，我觉得非常的期待。对啊，我们现在就坐在横琴，这个地方是横琴，然后对面就是澳门。Welcome to the longest running, the original, and the only trilingual Filipino Chinese lifestyle magazine show, Chinatown TV. 欢迎收看非中电视台. I'm your host for today, Trish Chua.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is less than a month away, scheduled to begin before a live broadcast on their opening ceremony on Friday, February 4th, and to end on Sunday, February 20th.Ito ang kauna-unahang pagkakataon na i-host ng China ang Winter Olympics. Beijing is the host city for the Summer Olympics back in 2008 when their opening ceremony stunned the world.
虽然主要由于 COVID-19 Omicron 变体，许多国家的新冠肺炎病例日趋激增，但是今年在北京办的冬旅奥运会如期举行。With COVID-19 scientifically proven to be more prevalent in cold weather, stricter health and safety protocols will be implemented dur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e major aspect of the protocols is converging everyone involved in the games to be inside a bubble. Game-related staff, volunteers, cleaners, cooks, and coach drivers have begun entering the bubble first week pa lang ng January. Meanwhile, some 3,000 of athletes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gin entering the bubble in the next coming days. Pero paano nga ba nahanda ang Philippine team para sa nararating na Winter Olympics? Yan ang pinag-uusapan sa Pandesal Forum ng Kamuning Bakery last January 12. Please watch this. Ching Shou Kan. Sa nalalapit na Winter Olympic na gaganapin sa Beijing, pambato ng Pilipinas si alpine skier Asa Miller. Biller will be participating in the men's slalom and the giant slalom events. We're very lucky na si Asa, si Asa Miller, siya pumasok nung sa ating alpine skiing event. Imagine that, no? Sa TV ko lang napapanood yung mga events ng Winter Olympics. Especially those yung mga sikat na figure skating, men, women. Mahirap talaga, so we're very lucky. So ngayon pala, congratulations to the Philippine Ski and Snowboard Association. We're giving you a temporary recognition for that kasi nga na-delay yung recognition nyo. So hopefully it will help us in our continued advocacy and looking for a grassroots program and more talents to represent the country. We'll be having 2 PCR before leaving, 96 hours before and 72 hours before. Yes. That's what I've learned. Then when you arrive, another PCR. And when you get positive, you will be isolated in a dedicated for asymptomatic, a dedicated hotel. For symptomatic, a dedicated hospital. After 3 to 4 days, you will be out if you will be negative. You will be twice, we are going to have a twice COVID test every day. So unlike in Tokyo, it's only once every day, every morning, right? Yeah, it's once every day. But in Beijing, it's twice every day. Every day. Dagdag pa ni Tolentino na hindi papayagan ang mga local citizens sa Beijing na tumulong kung sakaling masiraan sa daan ang official transportation ng mga atleta. Bones Floro, who has been named chef de mission for Asa Miller's bid to give the country an Olympic medal in back-to-back years, somehow summarized everything in one statement. So they have stricter protocols than what we experienced in Tokyo a few months ago. So as Kong Bumble said, we have twice daily testing, no? In Tokyo, it's only once a day lang. So, they're very protective because as of now, I think currently they have zero active cases in mainland China. Yes, I heard. And I heard they have facilities that are very unique, that are like special train built in time for this Olympic event, though, I heard. I've heard that also, no, but... the Olympic bubble kasi you're not allowed to use any public transportation that has access, that have local access. Miller, who will compete in 2 alpine skiing events, will arrive in the Chinese capital on January 30 and will quickly enter the designated bubble for the sport in the city's Yanqing district once cleared for action.
新精彩，新未来，南宁广播电视台。You'll have more of Chinatown TV when we return. 请不要转台，非中电视台马上回来。Chinatown TV， 非中电视台。Chinatown TV， 非中电视台。Welcome back. You're still watching Chinatown TV with me, your host, Trish Chua.The National Capital Region, or the NCR, will remain under Alert Level 3 until the end of January, as COVID-19 cases continue to spike in our country. Sinabi nga ni Cabinet Secretary and Acting Presidential Spokesperson Carlo Nograles na sumang-ayo ng Interagency Task Force, or ang IATF, for the management of 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 na manatiling nasa Alert Level 3 ang Metro Manila from January 16 to 31.The capital region has been under alert level 3 since January 3, amid coronavirus surge believed to be driven by the Omicron variant. Kaugnay nito, last week ay tinalakay sa Pandesal Forum ng Kamuning Bakery ang bagong variant ng COVID-19, ang pag-i-impose ng alert level 3 at paano nga ba makaka-recover ang ating bansa galing sa pandemya. Please watch this. Ching Shou Kan.The country is battling a fresh surge in infections, which experts said could exhaust the country's health system. Ang bagong variant ng COVID-19 na naging dahilan para ilagay sa Alert Level 3 ang NCR at ilang karating probinsya at ang epekto nito sa kalagayan ng bansa ang siyang pinag-usapan sa Pandesal Forum ng Kamuning Bakery last January 12, 2022. Kasama din si Dr. Carl Balita, isang nurse, educator, SME advocate, entrepreneur at kandidato sa pagkasenador.Itong 2022, nung pumasok ito, wala na uli yung cap for 2021, which was 6,500 for nurses deployment overseas. In other words, bukas na naman po ang mga recruitments at pag hindi po natin inalagaan at binigyan ng security of tenure ang ating mga nurses, huwag po tayong magulat na yung kulang na natin na nurses, baka mawala pa. Yes. Dr. Lulu Bravo, welcome to Pandesal Forum. We'd like to invite you to give your opening statement about ano nangyayari na sa Pilipinas, what's happening with the country, and what do you recommend, Dr. Lulu Bravo? Hello, good morning, and well,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Maski tinawagan lang ako ngayon ni Carl. And it's really, wow, nagulat ako, biglang tumawag siya, but you know, ever since this pandemic and my good friend, Dr. Gatchalian, died from COVID, I committed myself to really giving anything, contributing anything para makalaban sa COVID. And truth to tell, ang bakuna po, sabi nga ni Carl, has been here for 230 years since 1798 sa smallpox. Wow. At na-eradicate na natin ang smallpox.Ang bakuna po ang nakapagbibigay, nakatutulong ng pampahaba ng buhay ng tao. Kung noong pong Middle Ages, 45 lang ang pinakamahabang buhay ng tao. Ngayon po, 95 at meron ng 100. At dahil po yan, sa progresong nangyari sa paggamot, sa medisina, at higit sa lahat para sa mga bata, ay bakuna po. So Dr. Carl,na mag-ipo yung sa sitwasyon ng mga nurses, anong magandang solusyon dito para ma-address itong parang mas immediate yung pag-address sa concerns ng nurses in here and now? Alright. Yung supply chain, we have to ensure the supply chain of nurses. How do we do that? Number one, kailangan ayusin natin yung sitwasyon nila. We make them feel na we want to give them security of tenure, please. Wag po job order, utang na loob.Kung may allowance na dapat ibigay na po na parang gusto nating ibigay, hindi yung parang maninigluhod pa sila para matanggap ito. Number two, meron po kami mungkahi. In fact, nagawa na po namin para sa press, para po sa inyong kaalaman, gumawa na po ang Association of Nursing Service Association of the Philippines, yung ANSAP, ng isang module para itulay, ipabalik yung mga nurses na nawala sa nursing. Kasi Sir Ness, nung panahong mataas ang supply ng nurses, may mga napunta sa hotel, napunta sa airlines,
napunta sa mga resorts, sa casino, at kung saan sa negosyo, na ngayon ay gugustuhin po nilang bumalik at dahil alam nilang may pangangailangan at ngayon ay may mataas na demand at maganda na rin ang sweldo. So, yung vitamin C na mention niyo, Dr. Calvalita, you and si Dr. Lulu Bravo, what do you, may tulong talaga ang vitamin C and other vitamins every day? Anong advice niyo sa mga tao to prevent COVID? Let's focus on our nutrition. It may come from supplements or natural balanced food. Balanced diet. Better, oo. Kaya yung ni-rescue namin ng mga kamatis from farmers of Benguet. Kwento niya yun, kwento niya yun. Saan probinsya yun? Di ba tinatapon sa Benguet yung mga kamatis sa Bangin? Kasi ano ginawa niya? Gasto sila, ni-rescue namin, ipinamigay namin sa mga health workers. Kayo ni Dr. Willie Ong, di ba? Yeah, mas magandang sa akin, Sir Wilson, mas magandang source kasi ng vitamin C yung natural sources. So pinamigay, mga ganon po maliliit na bagay, makakatulong ng malaki.
ausencia balanceó mi mía. The 5th Manila Forum, with the theme Hand in Hand for a Stronger and Reinforced China-Philippines Friendship, was successfully held in Manila. 携手迈向未来，奏响中非友好主旋律，第五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成功召开。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1月17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和非中了解协会通过线上方式联合举办第五届中国菲律宾马尼拉论坛。论坛以携手迈向未来，奏响中非友好主旋律为主题。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发表视频致辞，第13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外交部原副部长、原中国驻非大使傅莹发言并参与互动。非前总统、非中了名誉主席阿朵约致开幕词，驻非大使黄希濂致闭幕词，非政府多名内阁成员、国会议员、中非使节和国际组织代表、中非知名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等各界人士逾300人在线出席，约5000人通过直播平台在线参加。王毅发表题为《坚持中非友好，共创美好未来》的视频致辞，宣布将为菲律宾台风奥德特灾区提供额外8亿批索财政支持。他积极评价论坛一年来的快速发展，赞赏论坛为增进两国人民互信与合作发挥的积极作用。王毅表示，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政策，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与菲律宾的团结合作。一是携手彻底战胜疫情，二是携手加快发展振兴，三是携手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四是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傅莹做题目为做中非友谊的建设者、维护者、传播者的发言。傅莹结合自身在非工作经历，指出中非合作领域日益拓宽，逐步深化，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实际利益。中非双方在面对任何问题都应该着眼大局，考虑长远，遵守并践行两国领导人共识，保持友好对话和沟通，加强理性发声，努力推动两国关系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阿罗约前总统表示，很高兴与王毅国务委员共同庆祝论坛成立一周年。面对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全球蔓延，世界经济复苏步履蹒跚，非中英继续携手努力，深化经贸、外交等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疫情和经济复苏挑战。黄希濂大使表示，中非同为发展中国家和隔海相望的近邻，发展与和平始终是第一要务和共同心愿。中方愿同非方携起手来，共同抗击疫情，共同加快发展步伐，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此次论坛并通过中国驻菲律宾使馆脸书、推特、YouTube 等网络平台、ANC、非中电视台等非媒体平台进行现场直播或实时报道。非中了解协会理事长黄其昭担任主持人。中非马尼拉论坛是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同菲律宾中国了解协会联合举办。王毅国务委员和阿罗约前总统于2021年1月共同宣布成立，迄今已成功举办4届。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Ambassador 黄希濂 accepted the interview by ANC Philippines. 黄希濂大使接受非 ANC 电视台直播连线采访。据中国驻菲律宾使馆消息，1月19号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黄希濂接受菲律宾 ANC 电视台直播连线采访，深入解读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第五届中非马尼拉论坛的视频致辞，畅谈加强中非友好、促进务实合作以及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开创中非关系美好未来。黄大使表示，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亲自出席论坛，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中非关系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方坚持中非友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此次论坛主要传递了中方对非政策的三个重要信息：一是要始终坚持中非友好；二是要始终坚持共同发展；三是要始终坚持和平共处。关于中非经贸合作，黄大使表示，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情况下，两国间贸易与投资也均有大幅增长，两国政府间合作稳步推进，硕果累累。
王毅表示，中方愿继续向更多菲律宾农产品打开大门，带来更多投资，帮助菲律宾加快工业化现代化进程，提升非自主发展能力。中非应加快合作步伐，确保供应链稳定，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助力经济复苏。双方还应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5G 等新领域新业态合作。不久前，非遭受超强台风雷伊袭击，习近平主席第一时间表达诚挚慰问，中国政府率先提供紧急援助。王毅国务委员在论坛致辞中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再向菲律宾方面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无偿援助，希望这一援助能够帮助非灾区早日重建家园。关于南海分歧，黄大使表示，中非作为邻居存在分歧很正常，关键是要妥善处理。南海问题应成为助力中非关系发展的垫脚石，而不是拦路虎。王毅表示，中非双方都有自己的主张和立场，如果只突出单方面的主张，将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对方，这不是真正的为邻之道，也不是朋友间的相处哲学。中国愿与非方本着善意和务实精神，寻找管控和解决之道。黄大使表示，只要中非双方切实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地区和平稳定就一定能实现，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就一定能够实现。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祝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祝华人朋友们吉星高照，祝大家新年吉祥如意，幸福美满。全家齐力推动电视台，全家齐力推动电视台。The Philippin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Incorporated Cebu Chapter launched a series of relief operations for Typhoon Odette. 菲律宾中国商会募捐援助奥德特台风灾区，苏武分会连续数天圆满举行大型赈灾活动。去年底，菲律宾中南部遭受超强台风奥德特的侵袭，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菲律宾中国商会洪吉祥会长即刻发动爱心募捐，得到该会全体同仁的热烈响应和支持。自12月23日至28日，筹集资金共38,091,500菲币，向素物分会拨款500,000菲币。素物分会此次募捐429,000菲币赈灾。素物分会于1月11日至14日，在吕志坚会长的带领下，连续不断地向各受灾地区政府部门捐献救灾物资。1月11日前往卡尔卡尔市政府和明兰尼亚市政府，各捐赠100包50公斤装大米、5000罐沙丁鱼罐头、5000罐牛肉罐头、5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前往达利塞市政府捐赠150包50公斤装大米、7500罐沙丁鱼罐头、7500罐牛肉罐头、5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1月12日前往满达韦市政府捐赠150包50公斤装大米、7500罐沙丁鱼罐头、7500罐牛肉罐头、10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前往拉布拉布市政府和奥朗果岛共捐赠250包50公斤装大米、150箱矿泉水、12500罐沙丁鱼罐头、12500罐牛肉罐头、50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前往 Cordova 市捐赠100包50公斤装大米、5000罐沙丁鱼罐头、5000罐牛肉罐头、5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1月13日前往的闹市政府、Compostela 以及 Consolacion 各捐赠100包50公斤装大米、5000罐牛肉罐头、5000罐沙丁鱼罐头、5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前往里洛安捐赠150包50公斤装大米、7500罐牛肉罐头、7500罐沙丁鱼罐头、150箱矿泉水、10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同时并向素物省政府捐赠40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向素物市政府捐赠5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以上各地方政府高级官员都亲自出席了捐赠仪式。1月14日前往素物省政府举行捐赠赈灾物资活动，
赈灾物资包括250公斤装大米、10000罐沙丁鱼罐头、10000罐牛肉罐头、80台大功率太阳能路灯。中国驻苏武总领事馆贾利总领事和苏武省省长 Gwen Garcia 出席了捐赠仪式。对苏武分会配合总会向灾区展开赈灾活动表示感谢和赞扬。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 The LGU Davao Sinovac booster vaccination in Chinatown has been successfully carried out. 达沃华人社区科兴疫苗加强针接种活动圆满结束。因最近感染新冠病毒确诊人数不断升高，疫情反弹严重并急剧恶化，本次疫苗加强针接种供不应求。在1月15号至16号，本次科兴疫苗加强针活动已经在纳茅中华中学体育场圆满结束。此次活动由纳茅华人区发展委员会、菲律宾中国商会达沃分会承办，由纳茅志愿防火会、纳茅中华中学、达沃华助中心共同协办。此次活动的主要参与人员有中国驻达沃总领事黎林阁下、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主席陈辉平、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会长陈友成、纳茅华人区发展委员会代表兼纳茅志愿防火会会长陈清渊、达沃华助中心主任陈兴义、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常务副主席陈维煌、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副会长陈龙德、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董事张天福、施文斌，另外还有纳茅中华中学校长陈衍福、教师陈春梅、医生 Dr. Ludi Lau Sosipin。 为了大家的健康安全，并因华社同仁的强烈要求，菲律宾中国商会纳茅分会紧急与达沃市政府卫生部门及相关单位申请协商后，与之前的承办单位及协办单位共同商议，兹决定于1月22号至23号在纳茅中华中学体育场再次开展两场科兴疫苗加强针的接种工作，免费继续为大家及其亲戚朋友和公司单位员工接种服务。接种人群为先前已经接种完两针科兴疫苗超过3个月的人士。第二轮疫苗加强针免费接种票券已经开始于1月15号和16号在纳茅中华中学体育场接种现场内发放。 Chinatown News 非中新闻台综合报道。Once again, I'm your host for today, Trish Chua. 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today's episode of Chinatown TV, and I do hope that you enjoyed. It has been such a pleasure to be able to give you all the updates with regards to the Winter Olympics, with regards to the pandemic as well. Join us again next week for another fun-filled episode, only here on Chinatown TV. 下礼拜见. Bye everyone!